脱逃术，我们在电视看过，但厕所里的脱逃术，你们就没看过吧？不好意思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后花园快吐石流了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女儿，谢谢。好，可以调走了。哎，厕所里面有人呐、啊！哦，难怪晒到本座不禁叫掉去啊，他们走要等我啊！厕所里面有人呐、啊，你赶快把他放下来，你会害他踩到的啦。告诉你，他在里面晃来晃去，现在一定全身都是大便的啦！确定在里面？哦，完了！哎，快点放下来啊，快点啦！哦，撒杯一点，那一定很臭。哎，没有人啊？怎么可能？啊，他死到哪里去了、啊？魔术还是在魔术店呢、啊。